回家快点，别搞这爬门爬窗的。小千总，加油加油，迈开你的小内八字，往里走，快点。还说你还坐下了，你把自己当客人了是不是？别上这坐着，往前走，快点。又跑来喝人家的水，啊？你自己家里没有啊？这样事儿就表示什么呢？金虎家里的是坐便，不是水盆儿。不是他是不是在气你啊？我觉得他在气害你。只是气我在表达，我想吃烫鱼。金虎说：“一天给我喝这没滋没味的水，就不能给我加点料，放点茶叶啥的？我自己来。”金虎，你家没有水啊？你跑人家家这喝喝？嗯。完给人家竹子，你看给人竹子扒了的啊？啊，本来哈人家摆的挺好，然后全叫你给扒拉倒了。你看你呢，头都砸水盆里了，怎么事儿？妙音家水就是好喝，是不是？行了，差不多得了。铁虎，你也喝的。喝醉了这次，你这次喝醉了呀，不想起来了，这喝醉了这次。哇，动手来。在这喝睡着了呢，喝酒了这次。哎，小姐，你们现在一天多少个钱啊？十个现在。给你保。大虎子，大虎子呢？大虎子哪去啦？啊，是我叫你呀、啊，我没在门呢，叫你，可我后悔了。谁叫你们？吃的可好呢，快出去吧。金虎啊，你在看谁呢？看也没有用，妙音也不能理你，真的不能理你，我没骗你，真的，你还不乐意啊？啊，我说不能理你，你还不乐意。哎，掉了吧？金虎，你真的看也没有用，我都说了你看没有用，你咋不听呢？啊，大虎子，哎呦哎呦哎呦！别掉下来啊！你咬它干啥呀？啊？别咬它！铁虎，别咬它，牙又不要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
下来吧。不下来。你下来坐一会儿就好了，一会儿就开门了。他们去收拾东西了，飞云还没回来呢。等飞云回来了，你就可以回家了啊。好，你再等一会儿，再等一丢丢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了。你去玩一会儿吧，你滑个滑梯也行。啊，大虎子，嗯，去玩一会儿多好，看看妙音在干什么，对不？嗯，看看妙音在干啥？一妙音在那躺着等着回家，你像活猴窝似的上蹿下跳，是不是说你了？嗯，是不是在说你？下来，你看你个大脏屁股吧，嗯嗯，看，这是大头朝下的，下来，没开门，真没开门，你去看，你看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是不是没开门？那个也没开，啊，那个也没开。不着急啊，飞云不是还没回来吗？你先在这玩一会儿，翻一下呀，不翻呐？你不就爱走那儿翻吗？你又不翻了。玩一会儿啊，你的小麻袋在那儿呢。哎，对，玩一会儿吧。是不是？咋了？定格了？不到时间呢，晚上就回去了啊！哎，别着急啊，不着急，你着急干啥呀？哎，你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飞云已经回家了，飞云回家，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啦。啊，嗯，别着急。下来呀、啊，下不下来？不下来啊！不让你回家，你就在这儿。嗯，让你回家，你又不回去。
听见了吗，金河？马上开门了，你就门口等着多好，是不是？嗯，赶紧下去吧，那大肉丛啊！